警方于21日14时许接获民众报案，在芦洲区忠孝路上有民众住家门口遭人恶意喷漆讨债，适逢除夕当日，为警方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期程，警方立即出动警力赶赴现场，并及时逮捕犯嫌。处理过程中，细心同仁在对犯嫌搜索时，发现犯嫌右脚鞋内藏有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一个。全案警询后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毁损罪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